今天使用的都是 Bright Monster 系列的产品，妆前保湿非常重要。这罐是保湿加防晒一起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男生其实也要注意防晒，不只有夏天需要防晒，室内灯光也会让皮肤变黑。接下来使用的是男士零毛孔妆前乳，这个的目的是为了遮盖比较明显的毛孔，像我的脸这边还有鼻翼附近，毛孔都蛮明显的，用一点点直接涂在脸上会有一种美肌的效果，后续上底妆就会看起来更好看。接下来使用的是男士清爽 BB 乳液，点在脸上，再用手或海绵推开，只上一层遮瑕度就很好。如果是脸上痘疤比较多的话，可以再搭配遮瑕。最后的步骤是使用双头护唇膏，这个一边是无色的护唇膏，一边是自然血色的润色，使用起来相当方便，外出带这支就够了。颜色的部分也是很推荐，不用怕选错颜色，无脑使用就可以了。